我是喜欢一个刨根问底的，就是说对于这个事情呢本身是如何发生的，我会很感兴趣。我觉得去做科学，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呢，是一个自我驱动。这就是您的办公室是吧？对，我办公室，你们就不用怕了啊。不好意思，有点乱了。您在这儿待了多久了？15年了，他们比你早。我这回不是想着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是，就这一间小屋待了15年啊。我本来以为您的办公室会很大来着。我大有什么用啊？又不打乒乓球。当时做完非典之后，我在想下一个重要的这个科学问题呢，可能就是乙肝的一个受体。科学界呢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大概30-40年吧，我们同行都开玩笑说都不知道多少个先驱折杀的在里头了。虽然它难，但是还是应该去试一下。用树居呢是因为当时知道它可以被乙肝感染，当时的这个记录啊，温度、湿度、光照、投喂时间、树居的状态啊，这一看这上面写的有一只逃出啊被逮回，其实很琐碎，但是呢确实这都挺重要的。这就是这个我们当初呢所里面专门建设出来做树居的饲养的实验动物房啊，这个已经有13-14年了啊。肝炎病毒呢，它不是每个细胞都能感染，面对的人体大概10^13次方个细胞。我们其实发现的这个受体呢，就是只在肝脏上有的一个蛋白，你把门堵上，这病毒就不能感染了，对吧？2012年11月份啊，正好10年，确实呢，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当时呢，还是投到了影响比较大的这些杂志上。结果编辑呢说这事儿不重要，我读懂的潜台词是他们压根就不相信。我们其实一直对此呢相当的确定。我经常开玩笑给我们同学说，杂音不重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This year's recipient is Professor Wenwei Li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n Beijing, China.The entire hepatitis B community owes a great deal of appreciation to Dr. Li's tremendous scientific advance. 做这个科研呢，真的是需要喜欢，需要呢投入。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在发现它之前呢，觉得它呢是层层迷雾，困难重重。只要打开一个窗口，很多东西呢都会豁然开朗。这盒饭是所里来的，所里的，所里的。这也挺方便的，因为这也是也节省时间啊，工作参谋。我们其实爱做饭啊，孙老师饭做得好，我做的也不差啊，又没时间。我们说我们一周工作呢在80到90个小时。因为那个所里的氛围就是，你除了吃饭睡觉，吃饭都在这儿，除了睡觉全部都在这儿。我本来想说，我们科学家家里面拍一拍，我感觉不用去了，这就是家。对，就对你可能不来都会觉得不 comfortable， 习惯了。他就比较能够沉下心来，就没有那么燥。你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知道你后面做了一做，但是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先把一件事情搞清楚，你知道吗？就不要呢，就是到处都抓，觉得呢好像你抓住一个点。我希望呢，对同学们呢，就是给他们说真话啊。你最后要面对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问题的时候，混是混不过去的。15年前，这个地方呢是一片应该是高粱地，后来成了足球场。刚来的时候，07年，朝东面这边，那
那个全是那个脚手架啊。那你现在从我们窗户外面去看的话，那已经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这个一片比较成熟的这个社区了。但是呢，我觉得一样的是大家对于这个科研的这种热情，其实还都是一样的。我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的或者更年轻一些的科学家呢，我们大家一块的来努力吧。科学家呢，也不是什么神人，他就是普通的人，但是呢，做科学呢，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啊，然后再去努力。